牛肉炒饼，这个看着太凶了，这个看着够烂乎的，这个是不是要被勉强啊？然而呢，凡尔刚一顿不扯的话，无意中发现了一个清真小馆，这是我拿地图导航的时候无意中看见的，而且在网上我找不着任何这家店的相关信息，所以出于好奇，我准备去尝一尝。这种小馆就是在这种地方里，熟悉的味道，熟悉的配方，就是这么个地儿。黄牌子门口这些大葱，咱这都有嘛特色的，是不？清真牛排、清炖羊、清炖牛、火腰肚、牛窝骨、羊窝骨、羊尾尖、小羊排，都对胃口。我来个牛肉炒饼吧。嚯，这股牛排这么多，炒饼您给我炒一会儿是饼。我想看您炒饼怎么炒的。啊，最绝密的东西。行，我理解了。牛肉炒饼，这个看着太凶了，这个搁的就是大块牛肉，还有鸡蛋、洋白菜，那来块牛肉啊！哇，快找块肉，哎，再来口饼夹肉，酱油味的一个炒饼，软硬度正好，吃起来不怎么干。哎，赶紧你夹两筷子，再夹呀，不行再炒一份。饼也挺劲道的，这肯定不是他炒的问题，就是这个本身这个饼就 OK， 酸香味少了一点，不过鱼儿这都给我包好了。哎呦，又弄俩汤子吗？哦，纸牛排，再来点辣子，搁上面，这辣子放上应该不错，辣子辣哈。哎呦，那您告完了，完了，好吃啊，香哈，三样都赞，碎香辣，碎香辣。嗯，尝尝啊！哦，好辣，好辣，好辣！酱牛排，这个看着够烂乎的，这个可能这口咬起啊！哎呦，你这饼啊，这块鸡筋儿吧，是一进口就化了，是吧？哎呦！再来块这个，炖出来。哦，不咸吧？不咸。哦，这个有嘛说嘛，这个肉不是这么多，主要是这骨头边上这些筋儿，吃起来的口感咯吱脆，就弄了个爆两样。这面是来碗米饭还是怎么着？哎，大哥，您能再给我炒个面吗？来鸡蛋的吧。是吗？您走来。其实我今天想吃这种炒面炒饼了，口稍微重了一点。回口还有点甜的，这炒的，这会儿配炒面吃吧。月儿要了羊排炒饭，我又弄了一份鸡蛋炒面。大哥，您搜来给我来个勺行吗？我得尝尝这炒饭，这份炒饭不少，你得加油啊。来，嗯，月儿，您看这意思的话，不吃羊排的话，吃不出区别来。就是羊排菜炒饭，吃我的炒面吧。再来点辣子，这加上辣子真太棒了。吃不了别勉强啊。嗯，还是得搁牛肉炒饼，第一口的牛肉倍儿香，就这个两样吃不是一个感觉。炒饼不错，炒面也行，但是前提得有肉。今日消费210元。